系呢度起点。由於有部機喺度，所以而家兜個圈嚟行。上呢堆石头，不过呢架四驱车上唔到。系落翻嚟，然之后呢度即刻转右。然之后上呢个障碍物。咗之後，呢度呢個位會裝呢三個大線碌落去，跟住喺入口掘個水池，等你翻撲街散下熱。入翻呢个窿，转咗上呢条石屎通仔，系啦，好矮嘅啫，啊，得个两尺，落翻嚟之后，呢度，然之后。过呢个洗衫板仔，再入呢个冰，系啦，入完个冰，跟住落翻嚟，再上翻呢度，之后。呢个弯位出翻嚟，嚟跟住喺呢度跳落去，系呢度跳落去好矮嘅啫，得个五寸嘅啫，系五寸。落咗之后一路行，行到呢棵树头。
会有两条毛。系啦，两条毛出翻嚟。系呢个起点。系。今次比赛嘅评判咧，就系高手，全国 number one。系啦，全国 number one 赖志峰就系今次比赛嘅评判。系咪真噶？咁我咪冇得参加咯。吓，一路赛一路判啊嘛。